大家好，我是联达汽车的柚子。今天我来介绍一台2019年的 U5， 在这只跑18000公里哦。那是 AR 环境版，所以呢，它有 LED 的灯条，它有自动停车功能。OK， 我们往内看吧。外观应该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大家都找得到。它钥匙很酷吧？就这样子一机啊，一样是没钥匙系统。它不像以前一样用摸的，用按钮的摸门，你手放下去它就开门了。大家，我们现在來看到里面的内装。其实 U5 这台车内装做的非常精致，跑很少，它能跑18000公里，全长保固好到2024年都在原厂保养。它是 AR 环景版本的车子，所以它有一个中心叫做环车 AR 辅助影像，还有行车 AR 影像。那当然它还有全时的胎压侦测器。接下来呢，它有12寸的屏幕，恒温的空调。当然其他便利的配备它一定都有，比如说定速啦、音控啦，或者是循迹防滑啦、ECU 模式等等等。它还有原厂选配跟行车记录器。我们再来看行车 AR 环境影像，它这套系统真的很棒。我开车开在路上的时候啊，我都可以利用它去看到我们后方有没有车，前后有没有来车。接下来它打方向灯的时候，它也会把后面的影像全部照出来给你，这就比盲点侦测还要来厉害。来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它会切换成两个影像，一个是左后影像，还有一个车副的影像。接下来呢，它的自动停车功能就是启动它，我们就可以做停车。那这个我们待会开出去路上直接测试给大家看。不要看这台 U5 好像是跨界修旅车、小型车一样，其他后座空间真的超级宽敞。我一样，身高大概140公分，我的头顶大概还有一个半的拳头，我的前面还快3颗的拳头。对，它的后座空间非常的宽敞。那这台车它有搭配后座通风口，而且它有64分离，一样64分离，所以你的能够搭载的东西非常的多。好，我们来去后车厢看看吧。后车厢打开之后，它的宽敞容量有多大？我们来看一看。很深吧？它的容量呢？数据表示它有422公升的容量，超级大。OK， 我们刚好提到 AR 环境辅助啊，车子搭配了6颗镜头，它6个镜头有9种的镜位，再搭配12颗的雷达去完成它的 AR 辅助系统。这台车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它还有6颗气囊，一堆先进的配备。重点是它还搭载了 ESC 的动态辅助系统，一样 HPP 的液压刹车增压系统。我觉得这台车非常的适合小情侣啊、年轻人啊，或者是一些小家庭做使用，因为毕竟它的省油系数很高，它又搭载的是 CVT 的七速变速箱，它平均油耗每公升14公里，很夸张，很省油。它这台车马力也不会小，它有120匹，也绝对够你用。当时新车的售价要735000块，现在我们的开价只要488000，怎样？够漂亮了吧？2年车只跑18000。还在原厂保固，结果你享受到的价差有25万，够多了吧？那喜欢我小柚的影片的人呢，麻烦在底下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那我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谢谢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